王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了多久了哇？来了可能有半个小时了。半个小时了哇？你打电话就是想让我给你拍个视频？对，下午我不是发了条信息给你吗？对对对，我看到，因为我在接待他们嘛，接待他们可能就来的要晚一点啊。来坐，先坐，先坐啊。嗯。哎。还打了领带的呀、啊，今天，看起来还挺好看啊。坐着聊，坐着聊啊。最近就是经济上面出了一点问题嘛。都没米下锅了。都没米下锅了啊。都还是凑合，本来我昨天就下了嘛，但是没有碰见你，我今天又回去了，回去到政府那边有些旧报纸。旧报纸。旧报纸今天是去卖了。捡旧报纸去卖，卖了多少钱？卖了30块钱，好像他、他都没给我钱啊，这本来八九多钱一斤啊，他都才7毛多钱一斤。本来是八九毛，卖了30块钱，就稳了一天。哎，我看你这个牙齿是弄了啥吗？不是，最近没有漱口。哦。那条件有没办法？不方便漱口，洗澡啊、这些都不方便。夏天还应该可以。最近很少来这网吧了啊，我每天都来，几乎没有碰到你。一直在家里。是为什么呢？想着来也不知道怎么玩。你在城里面再怎么几十块钱。一天的话很容易就发掉了，在那里呢、就是、在那里要节约一点钱，要耐用一点，本来钱就不够用。在城里面还是更加但是我这次下来都是家里面真的没米吃饭了，真的没米下锅了。就上次你给我赔那个视频以后回去、我还赔了点甜酒，我就算着米费不够用，还赔了甜酒、煮着甜酒还有没有白糖，那个没有白糖的甜酒真的不好吃，像你有时候可以去做日结，做一天100多块钱，当天晚上结账、你知道吧？哪里可以找呢？大竹的巨藤，你联系张滚龙嘛。张滚龙天天都去做。好吧，好，其他就没啥了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谢谢。刚刚拍完，张滚龙就来了啊！今天没去上班吗？张滚龙休息了。那边上班辛不辛苦啊？还好。是不是那个厂里面的那些，领导基本上你都认识？认识哦，对。你有时间，王哥想上班可以带他去嘛？好嘞。工作也不累，100多块钱天，做完当天就给。好嘞。对吧？你再加上你的工资1000多，生活的话应该问题不大的，对吧？愿不愿意，王哥？愿意。有机会你就找他，他就你们俩就一起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